佢哋係唔分 up and down 嘅，所以咧佢話就算係有時要洗菜啊、抌垃圾啊，個 head chef 都會幫手嘅。大家好感恩同埋好幸福咯，喺度做嘢。大家一聽到米芝蓮三粒星咧，就可能會只有一個好 fancy、好 luxury 嘅 image 啦。但係今日真係唔止咁簡單。第一間係位於西麻布米芝蓮三星法國餐廳，同時仲係亞洲五十強餐廳之一。不過大廚好貼地，俾員工自己話事，每日煮乜食乜。員工仲好熱心，幫自己嘅員工餐開 IG， 每日記錄翻同事們慰勞大家嘅心血添。佢今日咧就主要整嗰個 risotto 咧就好特別嘅，因為佢哋就首先想佢哋嗰啲客人咧食米嚟少少即係 fill up 個 stomach 咁啊，所以佢哋就會用啲蜆啦，同埋最勁就係 caviar 同埋海膽，一個好 luxurious 嘅 risotto 嚟嘅。我問佢其實咧喺依度即係咁高級嘅餐廳做嘢咧，會唔會有啲 pressure 或者即係啲人會唔會好嚴格噶？反而佢話係冇乜 pressure， 冇乜壓力，就係因為咧大家嘅諗法就係因為好愛煮嘢，好愛個食物，先至會做依個工作嘅時候咧，反而就算好 stress 或者好趕嘅時候咧，佢都唔會俾自己太多壓力噶，盡量 enjoy 嗰一個 process。呢間餐廳同時係拎埋米芝蓮六星。盡量用盡材料，減少浪費。員工餐就是他們矜貴材料的回收場，連一條菜款、一支蘿蔔皮都不會浪費，通通可以吃得回。まかないは普段誰が作るんですか？1週間7日のうち、営業は5日あります。なのでキッチンのスタッフ5人で回してます。佢哋咧，其實個 family meal 咧係每日會變㗎，係唔會食同一樣嘢嘅。咁佢哋當然會準備好曬所有佢哋今晚要煮俾客人嗰啲嘢，之後會有嗰啲 waste 㗎嘛。佢哋係所有嘢係會擺曬落去佢哋個 staff meal 啦。但係最勁就係連佢哋嗰啲皮啊，即係譬如話佢哋嗰啲daikon啊，或者即係嗰啲carrot 嗰啲皮咧，佢哋都會整湯，所以係完全唔會嘥任何嘢嘅。即係佢哋嘅麥加奶，都係哦啊！今日嘅麥加奶點樣？哇，好香啊！大丈夫ですか？大丈夫です。哇，個個真係好後生，你有冇講？好後生，又靚仔靚女。My God！其實我啱啱咧由頭到尾都係睇住即係阿哈日圖神啦，咁佢係個 head chef 嚟噶嘛，但係點解佢好似所有嘢都係自己做，無論係切嘢啦、洗嘢啦，因為依度大家好 friend， 同埋真係冇架子，無論你喺上面做 waiter， 下面做 chef、head chef、sous chef、assistant 都好咧，都冇架子。我佢哋係唔分 up and down 嘅，所以咧佢話就算係有時要洗菜啊、抌垃圾啊，個 head chef 都會幫手嘅，所以。哇！跟住我話依個其實係即係日本文化啊，定係淨係你哋依度會發生嘅事？跟住佢其實係真係好難得，所以我都好 feel 到大家即係都好感恩同埋好幸福咯喺度做嘢。佢哋嘅員工餐專屬 IG 記錄佢哋煮過嘅意大利雲吞、西班牙海鮮飯，仲有麻婆豆腐，就好似一本世界美食天书咁。佢哋仲试过搞 special week， 叫嚟自唔同县嘅同事们整翻自己家乡菜做员工餐添。じゃあまかないのあの良さ、美味しさはコメントしますかみんな？ああ、言います。言う時もあれば、言わない時もあれば、まあ時々。ああ、そうですか。我明點解佢啱啱要整咁多，你睇下，哇，都已經冇咗一半啦。啲皮啊，哇，啲皮都醃得咁靚。跟住咧，沙律啦，有三個唔同種嘅茶俾你揀。甜品你哋就得多。啊，我咩啊？そうですか。素敵。あ、エリーさんの妹さんね。哎呀，点解恥ずかしい？我好怕丑啊！而家，系すいません。Hello。
香港です。はい。すごく美味しくないですか？まかないで。方正方正です。そうですね。はい。好丰富啊。でも他のレストランと比べてもなんかこっちの方が全然美味しくないですか？ね。哇，好好味啊！沉魚好好味，好鮮甜，好新鮮，同埋輕啲嘅，即係冇咁濃味 ，which is really good。原來佢哋每個星期五咧會有甜品，本來以為我可能簡簡單單整啲即係比較靚啲嘅水果，佢話唔係啊，直情會整嗰啲法國嗰啲 sugar cream 啊、蛋糕啊嗰啲嘢。咁佢哋食完甜品咧，亦都會送俾大家一個好靚嘅一杯熱咖啡。咁佢哋個 message 咧就係啊，大家繼續一齊加油啦！即係完咗一個禮拜，我哋下個禮拜再繼續加油啦咁樣。因為其實佢哋根本係每日都可以自己 request 想食啲乜嘢嘅時候咧，基本上冇啲嘢佢哋想食嘅嘢係未食過嘅咯。It's so crazy！ 哇，好幸福，我都可唔可以喺度做嘢？じゃあ私もここで仕事したいです。もう今日からお願いします。ね、あ、咁今日可以開始だから。あのすみません、ちょっと自己紹介してもいいですか？ごめんなさい。あとはあのどれぐらいここでなんか働いてますか？はい。はい。働いて一年半ここで働いて。一年半。咁我就問佢喺度做嘢係點啦？咁佢覺得係真係每日。都覺得好開心。咁跟住其實佢做依度之前咧，都有做一個比較 casual 啲嘅餐廳嘅工作嘅。但係即係當然嗰度嘅員工飯咧，佢都覺得好好味。但係依度咧，因為可以大家一齊 family feel 咁樣一齊食咧，佢就覺得好幸福。佢食得太多咧，佢最近肥咗，一年半肥咗。それはそうですもんね。毎日こうだったら。哦，じゃあ自己紹介お願いします。急にカメラシャイになって、はい。カメラ優雅。はい。じゃあどれぐらいここで？やっと1年ぐらいです。あ、そうですか。啱啱過咗一周年，佢話其實係真係學咗好多嘢，因為唔止係日本客會過嚟啊嘛，即係嗰啲外國客都會嚟嘅時候咧，佢學咗好多唔同即係外國嘅文化嘅嘢啊，所以都佢話每日都覺得好開心。咁而家咧就差唔多四點啦，所以佢哋其實 lunch time 嘅時間係得個30分鐘到嘅。咁佢哋今晚咧夜晚11點先至收工，所以真係大家辛苦曬，我今日上班嘅，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もうお邪魔しました今日は。